但是咧，总经济代志，拢是忽然间发生咧，我都事先来甲大家通知啦，比较快些。那是有事先计划，就会甲大家通知。比如讲，阮今礼拜拜五吼，临时决定，应该讲有事先有一个记者会啦。啊，记者会大家拢要走啊，啊，就是迄个记者会内底吼，甲社团就讲啦吼，讲和平集会游行是人民的基本权利。啊，大家拢讲讲就要走啊。我是讲吼，我第一坐，我就是要实践的。啊，所以我昨晚在那边上吼，带伊要带总统府啦，啊，我警察看到吼。就开始打啊！啊，所以阮写中共都要写大呢啊！啊，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啊，我迄个是集会游行啊，因为我就传一群人，黄甲牌啊，啊，马英九下台啦，哈，啊，北京对立即释放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反对石油恶化啦，每次这种的，啊，就安尼说，啊，警察弯道弯道包就对啦哈，我爱弯叫点中共府啦，啊，所以拢未赞同，我都首先通知啦。啊，所以阮今年就敢包，我嘛坐过特侦组，啊，伊到特侦组遐嘛临时改话，啊，必然无做临时释放，啊，我甲蔡卓新特别来，阮就走，啊，我蔡卓新比较上班啦，陈聪明那个陈聪明，啊，去招一华，招个坐过第一番呢，去招一华务部嘛，甲话黄清龙爱下台，啊，坐过中东会甲台嘛，话马英九下台，啊，我也是坐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。纪念碑，你总统不超前，我底下默哀三十分钟啦。啊，所以这种行为是这种的啊，我在做的，我在甲民众共建教育的，就是讲啊，这是一个微博的抗争啦。啊，所以我拢甲伊讲，卖甲警察冲突，未使呛警察啦。警察是咱要抗争的对象，伊后壁迄个才是咱要抗争的对象。这是阮今物的训练上重要的，所以从今时到老来啊。啊，没计较，你着来呐，多活动你来参加，多活动就怎么为大家开讲者，甲大家鼓舞者，应该比较紧啊。沙米气是沙米气啦，咱这人总有，确实讲坐甲平平嘛无啊，对不对？看输气个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后壁咱坐乡亲啊，这个观念我是有那同意啦，像咱若搁较侪少年人来参加，我是同意。但是我拢感觉讲吼，咱老岁仔做无够，少年人。老伙爱心农村讲，变一个体贴个少年的看者啦。啊，少年的，我刚刚在讲少年的规划，伊出事的时，真侪人就是拢感染了嘛。啊，像我即阵的，较早嘛是拢徛伫边仔看尔，对无？啊，咱即摆逐只嘛，对社会、咱的家庭的责任嘛，造成个断裂啊。咱即摆会使是啦，咱即阵应该先徛头先。我相信哦，咱即阵的那敢用行动替台湾齐心付出，少年的伊会参起咱咱的做，对无？你讲讲少年的爸爸看咱遮农村一撮阿伯阿叔啊，阿阿姆阿婶伫遐咧伫行路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说，迄个微博的空间哦，应该是要推翻中华民国一个真好的手段啦。即个警察伊嘛发多话。啊！我做你坐，我咧坐坐了吼，我拢甲伊讲，你假假牌也无效啦。你要假假坐，我来上一遍啦。因为我即马来到这时吼，我来感受着我是上帝的囝，啊，我是三太子的第宝弟啊，最光芒的宝弟，妈都有来宝弟，啊，到这要怎啦啊？我比你嘛，我差弟啦，我就我囝就对啦，我甲讲，我就是街头老流氓。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要怎么样啊？我又不是你管的，你丢完政府又不是你管的。